每个礼拜天主日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主的圣殿，在主的宝座前面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。现在我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，跟我们一起领唱这首《在你宝座前》。在你宝座前。主，我心爱你，主，我心爱你。
上帝，让我在受洗后比往前更认真的读经。我的祷告都是透过圣经当中的经节来当作我的祷告，也从圣经当中体会到智慧和真理就藏在圣经当中。你是否愿意和我一样从圣经当中得到来自上帝的帮助呢？让我们一起再唱一次这首每天的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求你改变我。圣灵，请你来。
触碰你们，他正在光照